下一步咯，各位准备尖叫咯，我们要聊的就是鬼加油啊，今天真的时间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当然有跳过一些，可是这一部是绝对不能不聊。看鬼怪不止一次的请举手，我们看一下。哥哥你上过去了，真的吗？真的假的？진짜요？不止看一次啊。이층에안본사람많은데요？等一下看到二楼好像很多人还没有看过哦。快举手，快举手。帮你送这些。真的。开玩笑的。来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呀，我想当时在接这个戏的时候啊。不管有没有考虑很久，都没想到它的效应是这么大的。请孔刘跟我们回想一下，在拍戏之初或者是过程当中的回忆。도깨비는지금이렇게화면을보고생각해도저한테는굉장히여전히쓸쓸함으로남아있는작품인것같아요鬼怪呢？我现在这样看着这个画面呢，还是仍然是它对我来讲是一部让人感到孤独的作品。그리고늘말씀드리는데그사실뭐해피엔딩같지만해피엔딩이아니거든요 이드라마는굉장히슬픈사랑이야기인데어딘가에서김신하고은탁이하고어딘가에서굉장히편하게행복하게사랑하고있길늘바라바라거든요저는어딘가에서그러고있겠죠지금我其实一直在跟就是一直在讲其实这部电视剧呢不是就是快乐收场就是不是喜剧收场其实这部呢是悲伤的爱情的故事我相信应该是世界的某一处他们金信还有池恩卓应该是幸幸福福的过着美满的生活吧그리고요이게그여러분이다아시겠지만굉장히유명하신스타작가님그리고감독님그리고굉장히좋은배우들과함께이작업을했는데제가가장좋았던건서로의욕심을부리지않고너무서로를배려하면서혼자가아닌같이뭔가를만들었다라는걸 이드라마를찍는과정속에서많이느껴서요작가님감독님모두가다네뭔가자기만의전유물이아닌우리의것이다라는생각으로임했기때문에이드라마가더더욱더여러분들한테많이사랑받았다라는생각을해요저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呢，是我们韩国的明星编剧，还有有名的著名的导演，还有非常棒的演员一起合作的。不过呢，就是让我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虽然是非常非常有名著名的人，不过呢，他们不会各自，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不会那么贪心，反而就是彼此会非常的体贴，而且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人靠一个人而达成的，所以大家都是一起来合作完成这部电影，所以这个电视剧，所以他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拍完了之后，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独享，应该这个是大家一起的这样子。太谦虚了，哇，真的。而且才会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得到大家的这么多的支持。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团体作战的啊，不简单。那么当然这个角色呢深入人心，相信也成为现在孔刘的符号。现实世界的孔刘跟戏里面的金信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呢？可以请大家跟我分享。比如说戏里面很有正义感哦，或者是很会煎牛排。现实世界的他呢，戏里面也很爱吃醋，对不对？爱吃醋的时候好可爱啊。现实的他跟戏里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是一样的地方啊？巧合的这样。실제로제가도깨비같은능력이없기때문에도깨비만큼용감할수는없지만그래도세상을살다보면굉장히비합리적이고불합리적인상황들이많잖아요주변에그럴때그래도적어도목소리는낼수있는사람이다라고저는생각하고요그리고저는질투잘안해요 진짜요因为他
真的不反正我就是照着这个顺序来讲啊，就是基本上因为他现实的孔刘呢没有像就是剧中的金靖一样有超能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就是现身往上像这个鬼怪那样子那么样的勇敢。不过呢，在世界上有的时候会发生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最起码我是可以为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就是发生的人。不过呢，没错，这世界有多少，我是比较不会嫉妒的，我是不太会嫉妒啊，我这个会发生的那个不就觉得不好意思，还大家来拍手，这样不值得。太客气了啦，不过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世界一定有一些难以解释的事，而这个角色刚好就可以为这些人做一个简单的演绎哦。不过也很好奇，这么多戏我们刚看了，电影电视也好，虽然数量不是最多，但是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好奇，孔刘先生在挑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标准？不管是电视或电视剧啊，电影或电视剧，他的这个自己心中的一把尺是什么？사실저한테중요한건가장중요한거는이제뭐유명한감독님이냐뭐유명한작가님이냐사실은이런거보다더중요한거는결국그작품이갖고있는본질이무엇인가가저한테가장중요한것같고요이작품이무엇을얘기하고싶은지를저는보고그것이내가생각하는어떤감성이나내가생각하고있는가치관과맞을때그래서그걸뭔가캐릭터를통해서표현하고싶을때저는그렇게선택하는것같아요他说，就有些人呢，就是会可能选一下著名的编剧或者是导演啊这一些。不过我像我的话，我挑作品的时候呢，我是会看那个作品的本质面，他想要讲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一个他想要讲的那个东西呢，是跟我的情绪啦，或者是价值观合不合。那如果我可不可以就是透过这个人物来表达我的这个，就谈谈他的基准是这样。完全发自内心的这个呼唤啊，觉得心里觉得 OK， 他才接这个戏。难怪几乎每一部呢都是代表作。那么当然，我们所有的粉丝也都很心疼，这一部又一部广告，一片又一片的拍。他最近应该比较有时间休息了吧？啊，跟我们分享一下。일단도깨비끝나고난다면그두달여동안은계속일을하고쉬질못한건사실이고요그리고조금시간이생겨서한숨돌리고이제대만하고이제남아있는홍콩팬미팅네하고나면조금제시간을가질수있지않을까그래서제시간이좀필요한것같긴하다는생각을많이합니다요즘에他就是拍完鬼怪之后呢，两个月就是完全没有休息，就是一直从事工作。然后就是过了那两个月，拍完广告之后呢，是有一段短暂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空档。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台湾，然后可能下一个就要去香港站，可能是等到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应该是可以拥有我自己的时间，而且我觉得我需要我自己个人的空间。네뭐대만이든홍콩이든여러분들만나갖고이렇게뭔가여러분들한테좋은에너지를받아가면다시이렇게일할수있는힘이날것같은데我想啊，就是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啊，就是跟粉丝们见面，得到你们的很大的力量，带着回去的话，我应该是回去好好的去从事工作了吧，我的工作。今天活力满满 ，fighting， 好，加油加油，对，加油加油。不错啊，这观点啊，蛮会讲中文。加油加油，哎，厉害，现学现卖。